弹幕教我玩海月。玩嘛，玩，认真的。啊啊啊！好像是的啊啊啊！是挺简单的呀，啊啊，爽多了。啊啊啊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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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最小、okay， 你这样就转得很轻松了。我在这里再转，有小方案键嘛？小方案键贼能转，好吧？单刀咆哮，一骑当千，策马顶到他嘛，然后我就后面的跑位空间就很多。对，小方案键转得挺快的，学会了吗？It's a hot summer day, so low I can't say. Early in the morning, can't think clearly. I'm always thinking about a way just to have a good ass day. Hopped in my ride, turn the volume high. See a fine looking girl, thinking why is she all alone and talking on her phone? Got a nice round booty, a cutie pie. Don't she know I'm going blind? Yoko made me like that, just passed her by. I parked to the side, walked, said hi. Hey, what's up? She looked.当大仙假装是妹子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哇，六啊！好哥哥真猛，等一下一起，我拉他一手。好哥哥来一把，准备呀，好哥哥。这是谁？哦，这是三楼的好兄弟是吧？就看咱俩了，给这两兄弟要装起来了。铺垫了两个小时，就等待会儿一开麦了。Victory！ 好哥哥，我打野厉害不？行，那我们再开一把，叫我一声雅姐。我的声音好听吗？你们为什么不说话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是啊，是啊。嗯，推荐一下护肤品，有皱纹用什么？没有用的，护肤品很难解决的。它只能说改善，黑眼圈怎么消除？你就早点睡觉就行了。怎么让头发留在头上？头发不需要留到头上，你只用有三国服射手就可以了。大仙练腿45公斤，虚成那样。前面做了6-7组嘛，那是最后一组拍的，教练说要记录一下，给你拍最后5个，我做5个累成那样不合适吧？那行，给你拍全程，那也不行吧？感觉有点狰狞。没事没事，记录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没事，真的记录一下，你自己拍的时候做的时候会有比较有感觉。那行，那你看你。洗发水推荐一下，洗发水就随便用好不好？我没有感觉到什么洗发水很有用。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那个同学去那种夜市，一箱海飞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海什么丝，但是感觉像海飞丝。他买一箱回来，他说：“老爸，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”30，真的30。香，这是海飞丝吗？哦，像。后来搓了2次，搓了我头发掉光光，那是海带丝。说心里话，关于那种护肤品，它只是有一种心理安慰。说什么美白的、紧致的、什么去黑眼圈的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最后的总结是，你不熬夜就是最好的护肤。你炒失心了，不吃油不吃糖，还省钱了。做过后期的，我感觉这帮兄弟脸并不会痛。美颜关了，然后洗把脸，再用一下洗面奶，再把美颜一开。我洗后坚持了一个月，前女友都来找我，真的是会聊天的。然后兄弟们嘎嘎冲，还是美丽的谎言管用。这个市场就这样，品牌方这个主播进入黑名单。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洗发水？很蓬松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东西还是有用的，拿回来给你看一下。这个啊，兄弟们，叫奇迹丰盈护发素海盐蓬松系列，好吧，我就用这个的。
挺好用的。这不是带货，这是我自己用的，我觉得用的还行，我就推荐给你们。我这头发是很细很软的，你稍微用点护发素，它就基本上就很贴很贴的。它这个就蓬松一点，对吧？蓬松一点，我就可以把我的头发吹高一点，它就显得我脸小。贴着不就鲁班了吗？是的，差不多那个效果吧。你如果看过我一张表情包，我跟鲁班放在一起，就是那个效果。小飞棍，你把好友全部拉一遍，就拉他，拉这个棍石给我蹭皮肤用，一洗吗？等等我，开黑走起，行行行，兄弟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五十一星怎么一起打？怎么不能一起打呢？五排的话能打，双排打不了，人家五十一星没办法一起玩呢。那我只能先帮你努力一把了啊。他输了就五十星了，有道理啊，赶紧输啊，老妹儿。看到局面是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OK， 出去等他。什么？他有积分保护？还有人吗？完了，不，白等。每天的十点钟都会给大家送一台苹果14啊，这么多人几率太小了。那每天抽，一年下来也有365个人能中奖，过十年不就3650个人？那你这个时候再多盼我再活几百年是吧？播到我入土，不就36000人？那你什么时候入土？我不知道呀，看运气吧。掐指一算，99岁你有一劫，是吗？谢谢你啊。等于说我99岁那一劫就是我刚好可能要入土的时候，发现十点钟到了，哎，不行，我要抽个奖，抽个奖再睡。What the fuck？ 你怎么没有上嘴唇？谁跟你说我没上嘴唇呢？我上嘴唇。看细一点，怎么我的容颜你都能不记得呢？天老弟，我5000场还在星耀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在我这，你稍微学两招上个王者不是很简单的吗？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就关注我的美貌？看操作呀你！皮肤一满，夏洛特安排起来，我白板夏洛特，兄弟们啊，加油！为什么那么像？我用一下我仙哥的眼睛膏出来打排位的局面。我是大仙，我是虾哥。这一直赢啊，是有点无聊啊。是我变瘦了，我也变强了。去吧，让我痛苦一下。发起进攻。那我去卖一下了，装一下了。哎，这恰巧的丢二也太巧合了吧！哎，这一枪怎么没中？长的声音是我唱歌的写照。哎，好，我把这个命中率又拉回来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命中率又回归到正常水平。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